雷先生，赖小姐，打扰两位两分钟可以吗？非常欢迎啊。两位今天感觉如何？很好。那我们这儿的服务呢？不错。雷先生有没有考虑办一张我们这儿的会员卡？啊？你不是他们这儿的会员吗？是啊，我可能很久没来了，是不是到期了？公司没有续费吗？啊，那雷先生，麻烦您提供一下您的卡号，我查一查，如果需要的话，立马为您续上。雷先生是刷卡还是微信支付宝？薇薇，别打扰雷总了，雷总是我们这最老的白金卡会员。主卡、配偶卡、子女卡全部都配齐了。不好意思，雷总，那我不打扰两位了，祝两位下午愉快。没关系，谢谢啊。雷总，不好意思啊，他是新来的，不认识你。大部分董事长、总经理都是女的。那这女的呀，你家里一定搞不好。阿姨，您这话，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你说有什么意思呀？这好像是哈，现在好多女强人到现在都没结婚。我的意思是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分男女了，谁有能力谁说了算，谁没能力谁被淘汰。嗯，这个是这样的。所以阿姨啊，你也别逼着芝芝跟刘洋生儿子了，好好培养雨薇，不比儿子差。我不比儿子差。才第二次见面，就让我给他办卡买包，你说用不用算？你说你给人女孩花点钱早吧，你不给人花钱，人凭什么跟你在一块儿啊？男人没本事才觉得女人用俗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这不叫庸俗。叫什么呢？自不量力。如果你是我女朋友的话，就算我买到倾家荡产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你别嘴上占便宜，谁是你女朋友？我说如果呢？没有如果。没有如果，没有如果。小玲，你得多笑，你别老拉个脸。因为你笑起来至少年轻十岁，看起来啊，顶多就四十。雷浩文，你是不是就想找恶心？因为我不吃香菜，我吃葱花。不是，你真傻呀？妈，你说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，我想了一好主意啊，我把雨薇带回老家去啊。妈，你平白无故的把雨薇带回去干什么？雨薇一个月至少要花8000块钱，我把她带走了，这钱就省了，是吧？这些钱养一个儿子，富富有余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芝芝跟我说了，雨薇一个月至少要花你大半个月的工资，你们没有钱，所以才不能生二胎。我这指摸着其他的事儿我也帮不了忙啊，就这事儿我行。一天到晚的跟妈胡说什么呀？没有啊。请问您是雨薇的妈妈吗？啊，你好，你是？我是豆豆妈妈。啊，你好。嗯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我跟豆豆他爸，哎，这段时间工作实在太忙，没时间管教豆豆。我听说豆豆在幼儿园总是欺负小朋友。啊，真的是对不起啊。没什么，没什么的。我们家豆豆他是有点多动症，不过那是最轻微的，都不需要吃药，只要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下行为规范就可以根治的。所以你放心，豆豆他一定不会伤害到你们家孩子的。那就好。我还打算把工作给辞了，在家专心管教我们家豆豆，所以你放100个心，豆豆他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的，真的。对了，我听说好多家长对豆豆有意见，还准备写信
让校长把豆豆给劝退了。哦，这事儿其实，雨薇妈妈，能不能请你们再给豆豆一个机会，再原谅豆豆一次？我听说，绿宝在 A 轮融资的时候留下一些后遗症，导致现在您在绿宝总有些束手束脚的。嗯，你知道不少消息吗？我觉得您需要一位盟友了。我需要的不是盟友，是战友。潘总，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。我不仅有实力，我还有诚意。好吧，为了你的诚意，我再透个底。目前不止你一个相信，春天迟早会来，相信胜者为王的。还有谁？我接触的最起码还有两家。看来我有竞争对手了。我希望最后是你。最后一定是我。嗯。